有一次去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正好听到这首歌。这首歌节奏还不错啊，而且前几次写歌走的是一种比较深情款款的感觉啊，这一次根本是来虐待自己的。这首歌节奏很快啊，唱起来是通体舒畅，好吧。从发想到写完差不多是三分钟吧。其实这个相信歌词里面有很多地方是能够让大家很有共鸣的，比较可惜的是翻译成英文啦，因为有些事情确实是不太适合拿出来做的。第五首还是第六首啊？对不对？六年无涯，我大概第五首了，对不对？我第一年没写嘛，对啊。好吧，希望这个在我出专辑之前，可不可以先拿一次总冠军？